大家来我的毕业典礼。真的不拍了吗？以后真的不拍了，好累哦。郑嘉淳出道十周年，推出最后一本写真。他虽然震撼宣布真的不拍了，但也预告这本写真集尺度超大，竟然连自己胸部露点特写都放进去了。其实我最开始是我自己，康姐从头到尾都偏向反对。我认为我想要记录最美好的样子，那对我来说，放进书里面，它也是作品的一部分。你私下有收藏吗？哦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所以买到书的人其实严格来说比和我交往过的男生待遇还要好。我私底下是不拍摄这种情趣类的照片。而在记者会上，他也公开征求接班人，希望有意愿的女孩自己来报名。我觉得最基本的一定是皮肤要好。现在有很多那种新女神啊，像你说到这里。壮壮，你看我都知道吧，我都有关注哎，我觉得都很棒啊。而且不知道台湾的那个小朋友们，我觉得都条件好好哦。像彩华姐的女儿，好漂亮哦。你要你抽烟的话，你觉得她 OK 吗？我觉得她那个为什么经纪人要道歉，我看不太懂。那你觉得她应该戒掉吗？这个应该要看她的个人意识啊。如果这对她来说是一个纾压的方法，那为什么要去禁止？顶多就是抽烟可能会让皮肤的状况没有那么稳定，就这样而已。那个也是他自己的选择啊，有什么好要道歉？